是谁在说话？迪丽热站到我们的 C 位上来，站地方了，站地方。你能旁边，你就出去。这屋容不下你。哎，我是不是能挡住一个人啊？被攻击了，不愧是文艺社，文字的力量好强大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撕名牌开始，撕名牌开始，开始嘞！哎呀！ 凡是搞文艺的，我们是文艺的。哎，你好粗鲁啊！你知道你们周深今天战斗欲很强烈，是吗？不幸给画到那个字，只能靠肢体了。今天我们找一百个人啊，找不到吧？那沙哥，你可能一晚上都不会被找着啊？为什么？没人找沙哥。你先来，你先来，行。你去吧，好，体验一下。 滋，东北，烤串，串，烧烤，我想说淄博，淄博啊，下一个，哦，这个男人，水，杭州，西湖，西湖，哦，菜，醋鱼，醋鱼，厉害厉害，大哥，对，放心吧，交给我，下一个。 哎呀，鸡，酸辣鸡爪，快了，不，芥末鸡爪，五谷凤爪，别的做法，虎皮尖椒，哎呀。 多说几个，芥末鸭掌，酸辣鸡爪，酸辣凤爪，芥末鸭掌，哎，五谷凤爪，很有名的。五谷凤爪，差不多，酸辣凤爪，不是还有什么味儿？辣酸，泡椒，泡椒，泡椒凤爪，对，停停停停停停，这里20个字有了吧？我已经躺不下了，没有地方了，还能答三题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 干什么？指我？困，睡觉。牛。出声。打呼噜。打呼噜指我干什么？我不就在车里。啊！继续啊。 动作不行啊！程程，演员，歌手，综艺咖，三个字，范丞丞三个字，真讨厌，真讨厌，真讨厌，这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小孩子。 抢镜，抢镜，抢镜！抢镜！谁也包！谁也包！谁也包！哇哇，可以！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？准备吧，弟弟。来，最后一个了。
硬，嘴里，坚果，坚果，嘴里，不行我，不行我，嘴里，不行我，走吧，咱俩去吧。 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？不是，你们得说，别犹豫，犹豫的全是那时间。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晨宇，我是真着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说不能演，说呀。那个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是真着急，我老想用肢体就爱唱跳这一段。 文一社第三次挑战，请看题。啊！怎么了你今天？张真源，蹦！开始了，蹦！开始了。只能说，只能说。说呀！好的。爆米花。 哇！凯哥在旁边在急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次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这是。弟弟，等他们组上来的时候，你过来。好的，你说个电影都行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提示啊，请出题。洗，挠痒，头皮。 头皮屑，yes，头皮屑，yes。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老调。歌，F4，三，流星雨。哎，哎呀，这位置真烦。张真源，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。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。<笑> 这人你就承认吧，你就适合体育组。不行，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，搞体育吧。我适合，再来一次题。快快快！哎呀，又知道了。这不行，他又开始了，给他发嗨麦麦去，不能理解游戏规则。赶走。 驱蚊香，烧，闻香，闻香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滋啦滋啦，他也开始演，你也开始了，这么爱唱跳。 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闻香，烧闻香，大闻香，小闻香，电闻香，电闻香。哦哦，他说了，我跟你说没事。我这他吃了，这钱就想说出来了。不是吧？应该是我还是跟我有点关系。哦，难吃，吐。到赛点了，来来来，点睛。精彩的地方来了。别唱跳啊。 你说话呀！水里，哇，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？啊啊！什么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什么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咸鱼罐头！咸鱼罐头！ 什么鱼来着？不能说了，不能说了，不能说了，不能说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张，他什么？甄媛，时代少年团。耶，这太简单了。唱唱，东北。秧歌，有秧歌，二人转，秧歌。哎呦，周深，没话说，真是没话说。哎、真的，来来来，下一题。哇，过过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。过，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。不用不用，不用挑战，不用挑战。哎，其实就俩字就行。成语鬼怪。鬼。成语。魑魅魍魉。对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。过什么呀？他绝对行。真厉害。太强了，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？鬼吗？那四个字都有鬼，这个可以过了，真的可以过了。不不不，我觉得可以。歌，祖儿，挥着翅膀的女孩，挥着翅膀的女孩。不愧是歌手。周深，你就是王者。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？漏题。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？不公平，这个不公平，有黑幕，有黑幕。我从早上六点背到现在，能背不下来？团，颈椎，绕绳，工具。哎，不能，我干嘛呢？我干嘛呢？拔火罐，挠痒痒，倒过来，痒痒挠。好，不是，请问“倒过来”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倒过来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倒着。什么叫倒过来？对啊，倒过来是几个字啊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？我要补一个，我补一个，倒着。哦，痒痒挠。哎，哎，炸！来过分了、哦。哎，国国国国，下轮。去，去哪儿？去熄火，去藏捉迷藏。匈牙利。哎，去西湖。我不会游泳。不知道啊。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，小薇。小薇，等机。小薇去西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弄吗？好弄。你说闷儿。懵。闷儿。闷儿。门牛，水牛，耕地，大水牛，爱耕地的牛，水牛耕地，李晨耕地，成语，李晨耕地是成语吗？不是，成语，成语，月，孜孜不倦，朗朗，嫦娥奔月，成语朗朗，闷儿，下来吧，成语朗朗闷儿，灵活的手指。成语朗朗闷儿，对牛弹琴。朗朗该疯了吧？我们对朗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范丞丞，你有几条命？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，就是朗朗。我要滑，我要滑下去，救命！刚才周深和小薇答对一题。恭喜体育社在这一项热身赛中胜出。体育社率先出战的是白鹿和周深，文艺社率先出战的是张真源和西林那一高。30秒计时开始。快跑快跑，不着急不着急，30秒了，不用特别着急啊，真源不用特别着急，好灵活啊。你怎么像个竞技的巨人，能不能走开？来吧，生哥，绕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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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撕他撕他撕他，注意时间啊！你们两个在迂回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！注意时间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是进攻方，申哥，他不能撕，他是防守。对，你不能撕。啊！我是跑的。双方攻守转换。设补位成员入场，白队进攻，黑队防守。思晨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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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礼晨，司礼晨，你们俩司礼晨，就思晨哥。
快点，张浩！斯坦，斯坦！别推我们孩儿！推人，红牌！进去，红牌！进去，进去！啊，好无力啊，怎么办？你过来，走！你们怎么一点进攻的感觉都没有？转换，跑啊！快跑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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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四，张浩 out。你好惨！当你防守的时候，你是个防守；当你进攻的时候，你还是像防守的。啊！我觉得这个好。把自己装成一袋垃圾倒进去，把垃圾盖身上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拜拜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现在还没开始找是吧？那我在干嘛呢？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？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？你的草这么深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垃圾桶。你一个都没有吗？藏在冰箱里啊！太狠了！这是个人呢！这是个人呢！辛苦了，还有比他更辛苦的人呢。他们在追着我，而我在当一袋垃圾。我是一袋寂寞的垃圾，可以适度摆烂，不能一直摆烂，一直摆烂就会变成个垃圾袋。外面的人都在精彩的生活。精彩的生活，突然鸡汤来自一袋垃圾的忠告。十五分钟，好漫长啊！如果下个月让我选择，我会当一个篮球。我都有点转向，这咱来过吗？我都有点转向，这咱来过吗？好像没有。为什么盒子可以打开？
能藏哪儿？那些剪子、保鲜袋、减肥的人不要这样做，太可怕了。我先进去，然后挡一个，然后他再挡一个，然后别人发现了之后，就还有一个板子不会知道的。外面的桌子帮我挡一下，要把桌子门完全看不到。好难找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好啊，同学。坚持15分钟，我觉得这个按摩仪肯定有用，毕竟这是咱们的道具，得利用上。是不是？想强化他们。一个都不能走。一个都不能走。一个都不能走。好，白胸一趟，下一个地方。这都是找过的吧？我的妈呀，大家太吓人了！会不会有人在这个里面？白鹿都行。我没想到软掉了，吓我一跳。白鹿骑摩托车走的。这能进吗？玉玺，我好想找到你，你在哪儿？我感觉我又绕回来啊！他不是在这儿绕圈圈吗？我就说这样，不也挺靠谱的吧？太厉害了！我本来想最后一分就是去浪一下的。我天哪！你们太厉害，你们都没被找到，是不是？都没被找到，没找到，我们一个公司连走都没有。他们太随意了。请出颜色。啊！加油加油！啊！加油加油！啊！加油加油！前辈，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。这样，我们来一把，两个队一块上。可以。就是一黑一白，公平。有道理。我觉得可以，谁先猜出来谁先。这样，你们派出一个你们觉得最厉害的人，我们派出一个，我们就玩两轮就结束了这一把。范 PD， 是吗？不是，我们抓紧快回去。我们肯定是周深才。你们谁去？你去吧，雨琦。那就周深跟雨琦猜。好。然后文艺社两个描述，体育社两个描述，这里坐四个人。我们派张真源描述。啊，我拒绝。三年之约已到。哇，你去那边描述去。真源，你就在坐在范丞丞和李晨中间描述。哎，这样一个字儿两个字儿，你坐这儿。那他们你们俩对一个字儿，然后两个字儿，好。对。完了，又是第一个。真源放第一，他只会啊，不行。请出题。可以再吹你，遮住他们，我们俩人坐，还在想吗？这叫谨慎，不然他就掉下去。来呀，这么难吗？真阳，你甚至已经慢到姚 PD 跟你说来呀。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过笨干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动了啊，动了，真阳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赢。白鹿，腹部，鹿皮，中间，哎啊，洞洞，哦，什么？腹部洞洞，腹洞洞，哎哎，谢谢。谢谢你们描述的很好。
好难，我不想在这个位置了，小哥，我们换一下。给他换个位置。好好好，你别换吧，我换换换。可是你在那个位置是看点哎。第一好压力大啊。谁都说不出来话，这么难吗？这么难，过吧。我想唱，我想到了。我其实这个字儿很容易。苗，对，苗。成语。山清水秀。蛇。画龙点睛。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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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哇，这好强！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。是我孤陋寡闻。女醉酒。熹贵妃醉酒。李玉刚。杨贵妃。对。哇，掌声！你给他捡漏了。哎呦，我这嘴！哎呦。我不说话了。哦，这儿是哪儿？德寿宫。寿宫。耶！我不该犹豫的，他是有点文化的。笨。同手同。同脚。啊，你顺边。胆小鬼。顺边。顺拐。顺拐。铁。耶耶耶耶耶！雨谦，雨谦。哦，这么激烈吗？哎呀，我想到了。你别激动，甄媛。裸体。什么？连体模特。穿。没穿。啊！停！维纳斯。暂停！可以，可以，很抽象，但是很准，很准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可以。大卫。裸体，穿，不穿。这太难猜了，你们这个有点抽象。雕塑，雕像。维纳斯。大卫雕塑。这真的好难啊，维纳斯。大卫。是国外的典故。我的三姐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么远？为什么要走这么远？是啥？皇帝的新衣。我们往雕塑去想了。对呀，好难。加油！喂，天哪！对，走上面，走上面，从上面穿过去。哇，你这么快啊！你以前学滑冰的吗？白露，你这样没用。怎么会没用呢？去帮那边。跑吧，时间要到了，哥。快跑！是他们呢。加油 Ricky！ 啊那个小板凳是留给谁的？我知道我躲哪里了，你知道我要躲哪里吗？我要躲进你的心里，或者躲进你的怀里。神经病！得看，但是西林你能夹吗？啊，你能夹吗？下回跳我一次四次。
你夹过吗，唱歌？我夹过。唱什么样的？唱夹出来是？我，你夹一个，我听听。夹一个。它可以甜。夹一个。我是甜不了的那种。我今天这个嗓子，我夹了就是那种老太婆。我特别喜欢那你那个 Bonnie and Clyde。啊，我觉得是你的风格。他那个很高哎，就是低的很低，高的很高。这话我就不问周深了，因为确实没有。不不不，有周深老师够不着的歌吗？没有你够不到的歌吧？我都够不到。我只能说周深不可能。我只能说周深没有音域。哇，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存在音域这个东西，就是啥都没有。你们聊你们的，为什么要拉回我？就你说够不到。陈哥睡会儿吧。啊。啊！怎么会这么真实啊？我感觉你好像露出了自己的本性，这好像是一头水牛在叫的感觉。露现原形了。深深，今天咱们是体育社的成员。是吗？这么不合格我？我是怎么进来这个？所以你是刚被挖过来的，从这边文艺社刚被挖过来的。就是到时候我们每个人会是一个在这边做一个运动啊，到时候然后会各自单拍你们运动的画面，然后咱们深深你就是举哑铃。我的力量比我的歌声还要强大。来，深深的，会穿吗？周深的这个。哇！你现在保留话题。太重了，为什么把周深归纳为体育了？因为陈儿哥应该才是干那个的，为什么体育？我的力量比我的歌声还要强大。怕了吗？怕了，怕了。真是好难打了。